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我要跟大家玩，我今天要玩一个游戏，叫做《缺缺袜宝藏战》，就有点类似船战，就是你要去把别人的船攻爆。然后这个伺服器一样是 The Hive。好，现在是晴天。好，我们开始缺缺袜。两个人的好了，两个人的比较简单。好，可以开始了吗？还没。好酷。哎。哇，我被烧了。还有一个人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我被关注了。快快要被关注了，我被关注了，好，没关系。vote 他哦，我随便用一个好了。好，我要熄火，我要熄火。哎，你是，这个未免太炫了。好，首先我要来拿一个资源，一些资源。好哦，它是挂网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我要我啊才能电到别的地方，那也是 diamond。 What？ 那么快了？大家都死了，大家都死了，我不，啊，好，再玩一次，四个人好了，四个人比较好，好，要开始了，这次，我这次不想要再自己被烧了，就不能打人。那样就可以把它打下去。厉害啊！那我就直接从这一关就好。好，开始了。接着地图是这里。好。零。开始。二。三。四。五，哦，好，我首先当然是要买羊毛了。好，羊毛要来做什么？他们应该会做防守啦。那我们这些资源就留给他们。算了，我拿有点独裁，但没关系，因为我把这里补完了。我可以盖两层耶，那么好，我好有钱。好，可惜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如此。好啦，首先我再来买一些东西。好，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我很，我觉得他们觉得我很累，因为我只会在这里盖东西。虽然我觉得这样子也不是不好啊，不对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在挂网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他们已经去打别人了？我还需要一些 blocks。好，我可以拿好一点的安山岩。
来铺这个，铺，我铺啊，我铺啊，我铺啊，我铺，铺啊，我铺啊，我铺啊，铺啊，我铺啊，我铺，我铺。OK， 好，然后最后两个，糟糕，不妙，他来了 ，He's coming， 啊，死了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那个队友有点挂网哎，是挂网吗？我不知道，不是那不是挂网，不知道啊，跑酷输了，好，大家努力哟、哦，他刚才也去扫，哦，首先我觉得防守先给交给队友来。然后呢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先去拿钻石，对，所以我拿一个 block 好 block， 好，我出发了，好，啦啦啦，啊，哎。讨厌，那是什么？松开了啦！好，给我一些啦！你太淡了，耶！好，四个，最后一个啊，五个。哎哟，我不想要再像刚才那样子白白浪费好多个东西了。我觉得 treasure， 需要防守，真的需要防守，所以，我先盖个小屋子，先让它安全，安全了吗？好，安全了，我现在，啊。好安全，非常的安全 ，very great。Monster Jew， 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我再一些羊毛好了，好，他帮我防守。这也是我的遗迹，我的遗体，就是在这里喽。我这场打不好，真的，我需要反省，我这场真的打不好。但没关系，我不用放弃。我为什么会那么不适合盖这个啊？每次都是，等一下我觉得它有 bug 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在干嘛？我吃不到任何东西，好，我去中间抢资源好了。既然这样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我尝试的机会，所以我决定，我决定。这样，一格，好，
一格。好，然后呢？这样，好，好，耶嘿，成功！好，这才是一部分而已，我还要盖很长的路。啊，哎呀，哦，幸好，哦，我是绿色，还活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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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，还好，还有那么远。好，好，这样呢？嗯，看不到了，好吧，我没办法，这样应该放得到啊。耶耶耶！我的钻石，我努力了好几分钟了，就是为了这一刻啊！大家值不值得哭呢？哼哼，好，终于可以升级了，哈哈！耶耶耶耶耶！嘿嘿！太开心了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！大家就是这个屋子好厚哦。好，我觉得我需要一把剑，我需要一把很好的剑，需要一把能够把敌人打败的剑。资源是跟对不起哦。好。哎，不对，资源是跟大家分享的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用。好，我可以去中间抢资源了吗？好，他拿回来了，他也有装备，这都是金人勾换的。好。我需要很多个，我要买的是那个啊，那个，哦，突然忘记我要买什么，但是总之我们先回去再说。这么久，三二一，哦，等一下要去中间抢资源，所以我要一个东西。好像是什么？耶！哦，好队友，这个好队友，这个队友非常的棒。我应该是要买这个 Iron Sword 才对。对，我去中间抢资源了，拜拜。这是什么啦？那个队友真的很有创意耶。对。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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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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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交来呀啦？啊哈，绿宝石被捡走了，哈哈哈，我帮你打死，啊啊，太夸张了吧，嗯，啊。哇，这个有够多的，有够多的。我已经可以买这么多东西了。好，首先我要再去这里拿我的宝贵钻石。我觉得我这个队友真的很好哎。对啊，这个队友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这个队友。
因为他们会互助，然后帮助别人。那我先把这个资源都放进去哦。好，很好，嗯，非常的好。刚才我看到他竟然捡到那个黄队的东西，超好笑。哎，你想要打我突袭，没那么容易的。你是，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啊！打败他，打败他，打败他，打败他！你这个该走的人，你现在在那里？哎哎，掩护，掩护，掩护。掩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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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打下去，打下去，把他打死，把他打死，把他打死。他现在无路可逃，现在盖堡垒，他正在盖堡垒。你以为我不会跑酷吗？啊，气死人！啊。强对手啊，欸，他出不来了，哈哈，他出不来了，嗯，哈哈，他出不来了，我们可以用时间把他杀死，他出不来了，好，欸，他怎么出来的？好吧，再。不是，我要喝药水了。真的很好玩，只不过我觉得是我的问题。我的队友真的很厉害耶，我的队友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真的想要称赞我的队友，虽然最后我们还是输了，但是很好玩。然后队友也打败了两个敌人啊，所以不错。然后呢 ，party 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见喽，拜拜！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突破一个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留言，那我们就到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